原住民传统的竹刀祭仪以及精彩花舞迎春祭和表演，是溪底乡当地一间游乐园为着祈求今年樱花会当满园盛开的特别仪式。樱花在这个每年在二月份的时候啊，很准时的在啊九族盛开，最主要就是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祈福，让它能够啊准时开花，而且非常的盛开。随着季节进入了春天，南投县内各地樱花也开始进入盛开的季节，加上今日天气是特别好，因此伫溪底乡一位以大片樱花树拿著名游乐园区，就吸引了不少游客提早前来赏花。感觉好像春天提前来了的感觉，是很漂亮啊，就是觉得说帮这边又增加一些那个色彩这样。南车为樱花树枝当中穿过的景象，是溪底乡这间游乐园的独家美景，也是游客相当喜爱走访的原因之一。其中业者强调，游乐区当中的樱花估计第二季中旬就会完全大开。那我想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活动啊，非常的精彩，而且这个樱花也都陆陆续续来盛开当中。那我们估计在二月中旬的时候啊，这园里面这将近4000棵的这个重瓣山樱花就会啊开得非常的漂亮。已经举办超过10年的樱花节活动，业者今年也将继续推出欣赏夜间樱花独家美景，并配合了一连串的精彩活动跟节目，就是希望提供来看樱花的民众更加多元的佚佗选择。包括2月14号的樱花婚礼，我们2月11号的2月10号的这个婚纱啊，免费拍摄的一个日子，那还有很多的这个。粉丝的活动，还有航海王的活动，都会在我们的这个樱花季结合，让这个草帽海贼团陪着大家一起来赏樱花，是今年最大一个特色。除了在游乐园区，一个搭配一挂潭缆车顶丰富的赏樱花行程以外，其实在溪底乡各村以及各重要道路，拢已经成功打造出同款美丽而且为所可观的樱花拿景地，提供全国各地前来赏樱花游客更加侪赏景选择。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